没有听到鹤叫，阿离那边的居民区冷静。今天我们要探一下，要找一下，可能要找的范围可能会大一点。黑颈鹤它是一个水鸟，我不管怎么样，我晚上都会选择一个有水的地方来夜宿。 它也会很聪明，你看，像现在它们能迁徙到的这个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这个区域，其实是整个青藏高原面最为暖和的一个区域。它们堆在一块儿，可以互相取暖、互相挡风、互相警戒。狗啊、狐狸啊，这种，因为它们可能对没有经验的幼鹤会猎捕的这种可能。如果发现天敌的时候，它发出对应的这种鸣叫。 它的那个翅膀张开，让它的身体显得非常宽大。飞对它来说是一种特别耗能的行为，它就会远离。说不定我叫两声，它们自己知难而退了，这样最好。其实它作为食物链顶端的存在，它挺厉害的。包括它们能取食昆虫，能捕鱼，能够去主动猎捕鼠兔的。然后两口子一配合，就扯成两半儿，然后一人吃一半，吃得可开心了。我们选择在这个区域发展农耕的。 黑颈鹤它也要依赖人类的这个农田的这个谷物的残留来给它提供食物呀。它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半生关系了。然后在这种前提下，藏族的同胞它不杀生，对吧？它能够把这些野生动物保护得很好，那么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非常理想的一种生存状态了。三号夜宿地的鹤叫声还挺多的，比我现在看到的要多。我现在看到大概是16只。我们要去三号夜宿地捕一个视野。 我们这次调查，我们是从乃江这条、三幺八，先到了仁布呀、南木林、日喀则、江孜、拉孜几个重要的节点。文献的这个搜集里边，就我黑颈鹤越冬的最西界就是拉孜。但是我们今年的调查发现，在这个昂仁县附近的昂仁金措，定日县的岗嘎镇附近，发现了那个区域就有90只左右的黑颈鹤在那个区域来越冬。它的 越冬区是扩张的一个状态。2016年的冬天，我们数到是6900多只，到去年我们记录的在一江、两河，然后稍微延伸到尼亚河和雅砾湿地那个区域，是突破了10000只。它的种群数量能够良性的上升，就意味着它的适宜栖息地的面积是扩大，或者是至少是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高原的这个湿地生态系统的这个质量，它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我的科研道路从这个物种起步的，2006年吧，1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在卡孜乡做黑颈鹤的调查。我当时是匍匐前进，爬到那个沟里边，大概只有个100米吧，就去他们夜宿的那个核心区。一看就是，哎，这黑颈鹤不怕我，就他们还有的那些就是往我这边绕过来了，然后我。 变得就是我还有点怕他们了，就是我这黑颈鹤不会到处过来叨我吧，这么多。然后当时我们已经发现了虎头山水库，就是它会成为一个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就想去虎头山水库那边看一下，然后去的时候是人骑车，回来的时候车骑人，自行车爆胎了。现在我们看那路修好了，是10公里，就走到天黑了，灯光也没有，就深一脚浅一脚就在那走。 然后后面就听到鹤叫了，因为那卡孜水库那边就晚上有回去夜宿的鹤，然后一看已经走到大堤边上了，给我们带回到回家的这个路的这个终点。到时候记得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到了谢托门县以后，还得往后山转。其实我觉得就是长时间监测其实更为重要。现在我们也在做一些类似于肠道微生物啊、保护生物学或者是地学的一些研究。 也会把我们数到的这个成幼鹤的这个情况，跟国际的同行进行一些交流。有一些自然现象的影响，我们会进行一些学术上的一些沟通跟探讨。气候变化对高原的这种急剧的影响，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会高。它在这样的急剧变化中间，能不能他们找到他们的出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都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么我们的保护，怎么去更好的施加影响？
觉得这个还需要更多的就是科技的投入，它的栖息地的这种遥感啊，类似于这样的工作。然后我们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很多个小的保护地肯定比不上一个大的保护地，它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个是遗传学上的交流，然后第二个是它是容易形成合力。国家公园的这种方式是保护地建设的一个方向，还会坚持把特景鹤的研究做下来，去优化或者是帮助他们更好地去应对这样的一种变化，有点像是我的初心哈、啊。